你真以为我是为了金月剑？在玄虚仙界，没有什么法宝比你的灵力更强。等我夺舍了你所有的灵气和魂魄之后，我随时可以召唤出我的大军。叶青梅，我怎么没事？你有清月剑护体。那叶天梅呢？我们去救她。那只会白白送死。我们加在一起，都不是寒瑶皇的对手。送死我也要去，都是因为我，叶天梅才会被抓走的。我就算拼了命，也要把她救回来。你是人类，无法穿越到玄虚仙境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唤醒你在摩天祭里的身份。柳明，我要怎么做？只有一个办法，炉鼎。炉鼎需要我们以最亲密的方式将灵魂和肉体连接在一起，以我的身体为炉鼎，为你打通所有经脉，唤醒你在仙境的法力。我们两人必须身心合一，融为一体。有你我的缘，交汇在前世和今生之间，忘不了你一身的融雪，回想在轮回的夜，回忆的瞬间，看见你的眼停留在最初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去把叶天梅救出来。仙界最纯净、最强大的灵气，就要是我的了。住手！柳明。原来你们已经炉鼎了，不过也一样，都是个死。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绝望。
醒醒，醒醒，加兰。清月剑了。现在在你身上，你可得给我收好啊！哼！嘉兰，嘉兰，想要救你，就来我的海妖皇宫吧。逃走了，但不是永远。我发誓，不管他躲在仙界、人界，还是魔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不管有多危险和困难，我都不会放弃。就算赌上我的生命，也要救出嘉兰。战斗才刚刚开始。